还给你，看看有没有东西不见了。啊，幸好钱没有被抢走。看看，哇，一分钟打五个字，果然是慢工出细活啊！哎，这周秘书去哪儿找啊？小姐，你不是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帮你擦。不！我带了束花来，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道歉。花？我要花来干什么？还有啊，我上次太大意，弄脏你的假发，我特地买了一个新的给你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你快走，我不想见你。哎，我想了一晚上，只想到几件事你可能会生气。你是不是不喜欢我经常不洗澡，而知道我睡觉之前不刷牙，还是不喜欢我的内衣裤经常穿完又穿？原来你这样，你不知道吗？